马上我就给你发这个视频，节奏大师，明明问中三分。枕头的酒。没有说你喜欢睡着吧？你也滚！今天我六点半准时开门，你六点二八发，发我都没话。你要是六点二十发信，我都管，知道吧？完了，天下来跟你聊天。那时候真是师哥，时候师女，知道吧？上课时候。这幽默的，这幽默的，你给他个，主任，你有那小虎吗？狐狸虎那个微信没推荐过，我叫主任推荐过他，还不人跑哪去了？你还没去吃完？推荐过，好像有个视频，朋友圈发的视频也是他的，狐狸虎的，我瞄他微信。